商場已經開翻，街上面有啲人玩緊潑水，咁但係由於個緊急狀態令仲未解除，所以咧喺 BTS 站之上咧，最後啲軍人咧把守住。手電筒都係學出實彈。咁但係氣氛咧就並不嚴峻嘅，咁而以我所見咧，今天都唔多見有香港遊客，可能啲香港遊客已經翻曬去都嘅，等安全啲先再嚟過啦。吳偉聰又喺度報道。